Hello，Hello，哥。哎，为什么你们上来都愿意说 Hello 呢？都是中国人，好像大多数主播上来就爱说英语。那就你好。我也可这两天刚注意到，我刚来玩的，但好啊，像我也是，这我个也平台是。有这个风格。嗯，嗯哼，哥，你是就上哎。来随便聊聊天吗？对，我就是打酱油的，不是主播，我就是行来行，找人连麦的。对对对，差不多我也是，哎呀，但是咱这都是没有天赋的啊！你我会说。加一点儿吉他弹唱，啊，你这厉害了，你这才艺开挂了，这是。随便玩，哈，真的随便玩。爱唱歌的男生厉害呀！对对对，你一般是什么风格的歌？我偏老歌多一点。就民谣啊，或者一些情歌多一点，老歌。什么斑马这种，对对对，宋冬野的，对对对。啊，能唱那种啥吗？那种什么三俗歌曲，就抖音神曲之类的，什么月老掉可以线呀。儿啊，什么浪子钱话呀，什么那种，就是那种直播间放的歌。可以呀。你这厉害了，哎，你是学过声乐是吧？就学音乐的吗？算是。不是，我是玩乐队的，私底下玩乐队的，然后但我学的东西跟音乐没关系，我学的是日语翻译。哎呀，一看你这就是家里不差钱的呀，没就有是没有，一能培般养普通家能庭。培养兴趣爱好的。嗯，也都是自己穷玩儿。哎，现在玩乐队还有以前那么火吗？现在年轻人玩乐队多吗？你觉得？挺多的，我们学校有很多。嗯，那哥，你有抖音吗？没有我这已经老了，所以很多平台我都没有，什么抖音、快手我都不怎么用，我不看短视频，我就看那个 YouTube。外网的那个，我就看长的播客呀，长的一两个小时那种，我就爱看那种。那老行了啊，吗？你有的话可以去那边关注我，我那边会有唱播的。哦，你就好几个平台都有你的那个频道是吧？对对对，也就随便玩玩，主要是在抖音那边。你的网名叫啥？一个名，网名是一样的吗？卡车的卡，车库的库，卡库。卡酷怎么听起来这么熟啊这是我的日语名字。？OK，卡酷。对，你可以完了下载下来，想听歌了可以过来直播间听听歌啥的。我在 YouTube 上能搜到一个卡酷，索隆动真格什么连招应战 CP9，卡酷怎么好像是个日本动画片里的人物啊？也有这个对人对是吗？对，我跟他是同名，《海贼王》里也有一个人叫卡哦，库。我说怎么这么熟呢？对对对对，，OK，你也是海米吗？没有，我老了，就看过一点点，但没有到迷的程度，连不啊，上。嗯，俺は海賊王になる男だ。可以啊，你这真的是日语翻译啊！对对对，俺はルルノア、ゾロ。Zoro 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名字，就是名然字。后他就走了，欧雷哦，瓦就是我是是吧？欧雷瓦，对对对，那瓦达西瓦是啥？瓦达西瓦也是我是，就是那一个啥是区别？我是，一个是我叫，就这样的区别。瓦达西瓦是我是，欧雷瓦是我叫是吧？对对对，欧莱瓦是比较俗一点，就是文章中不会这样。就哎，那口语化，你平时真的会翻译一些日本的书啊什么的，是吧？对对对，我们就学这个的嘛。嗯，也，你也能我应听出该，来我的声音也可以，我也经常是去配音什么的。对啊，你这才艺开挂嘛？我刚才说你这开挂拉仇恨了，你这才艺。谢谢谢谢。就随便对，玩，真的是随便玩。
挺好的，感觉多才多艺，年轻有为呀。而且感觉你心态很好，就没有像那些一上来就怎么怎么地要赚钱什么的，好像你没有这感觉。对，就是爱好。很多工会就他们在挖我过去，就是给他们就是吸引一些人嘛。然后我说我不去，我玩这个就不是为了钱嘛，就图聊聊天认识朋友。嗯，然后我就没去，就自己一个人下班。嗯，那你自己会写歌吗？就比如像你会唱会弹吉他，自己在写歌难不难？不难，我现在可以10秒钟给你写首歌，你给我几个词儿。OK， 就是旋律就是可以，就有很多就自己就能哼出来的是吧？就是用吉他，对对对，随便就直接就写出来。嗯、你给我几个词儿，那像我现在就可以。嗯，不，先不用考，我相信。我想问，就因为我不懂音乐嘛，就是像抖音什么那些神曲什么的，我听有人说一晚上能写出好几首来，反正他们就这么弄，就是量产，然后看哪个能火啊、嗯。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嗯，因为旋律嘛，就是它不管再怎么写，都是由每个音组成的嘛。那音就那些音嘛，就排练组合就。怎么排嘛？怎么个顺律顺序好听，谁就赢了嘛？就有一些固定套路是吧？有一些固定的模板似的，对对对，嗯，就跟数学公式一样，往进套就行。嗯，那你觉得你能写出一首火的歌吗？就这个事儿，为什么如果那么多可以火的东西，为什么你们不会都去干这个呢？就都去天天写，然后火一首不就好了吗？一方面是曲子。一方面是词儿、嗯、就是你要就是融合的好，一方面再是唱出来，就是这三个东西要融合的好才能是一个好歌。哦，就这个整个作品是一个大项目，几方面配合好了才能是一个好作品。 对， 对，这个是难度、嗯、对，你的曲写的再好，你的词儿没那么吸引人，或者你唱的没唱到人听众的心里去，那这首歌也没火不起来。那你觉得这几方面难点是哪个？哪个会难一些？还怎么、嗯、对我来说的话，我唱也还行，词儿的话我也写的也行，主要是曲子。曲子这个东西真的是靠灵感，有些人的灵感一来写出来曲子确实好听。嗯，那咱没那灵感，套出来的东西就干巴巴的、硬巴巴的，就没那灵魂在。这和积累有关吗？就是说你听了好多好多，然后怎么样，就有很多曲库这种感觉，有这关系吗？有，但是一方面也是天赋型、嗯、你看周杰伦嘛，周杰伦不是一开始写一首就火一首嘛，到现在为啥出了新歌、嗯、反而那些粉丝都说没以前的好，为啥？那就是这把老本吃完了嘛，你那些灵感那些东西都已经用完了，你再出来的东西也没以前的味儿嘛。虽然它积累越来越多，但其实不一定更好。 对吧，已经就乏了。但我还听到一种观点，是说是因为歌手进步了但粉丝没有进步啊，也有这样。嗯，这个创造个音乐人，这挺有意思的啊，这个人才啊，都是人才。什么小飞象要连吗？要是小飞象一会儿有事儿了，要上课了。嗯，没有连吗？我看看，这个听友你883，我可以邀请你连麦。还有 Leaf， 我们人工智能专家小飞象一会儿上课了，就先不邀请了，想连麦就上。都可以来聊，立不上麦了。那个883要不要上麦？说说你是从哪儿过来的？啊，听到了，你说。一会儿我也要上课了。哦，你是去上课？那个谁是去讲课？小飞象就像。对。这883不上麦。连了也不知道做啥。